大家好，我是欧氏集团副总裁欧阳，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新品发布会。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这次发布会的首席化妆师林美雅小姐，请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为她这次精彩的表现鼓掌。安迪的事情你们公司打算怎么处理？如果按照正规的流程，公司的法务部一定会追究他的违约责任。不过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办得这么好，我想欧阳他应该不会再追究了。今天早上我出门之前还跟他通了电话，他那会儿正准备出发，所以这事儿真的很蹊跷。安迪到现在都没有接电话，我联系了他所有的朋友，安迪都没有联系过他们。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那这样吧，不管安迪先跟谁联系，我们俩都要第一时间通知彼此。如果到晚上安迪还是没有出现，我们就报警。林美雅，今天的事情我要谢谢你，你的妆面真的很出色，我也为我之前的态度向你道歉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呢，谢谢你配合我们。其实我今天心里也高颤，我纯属是赶鸭子上架。你也太谦虚了。哎，你在法国学的是化妆品研发，不是应该整天待在实验室吗？难道你们还有化妆课？可即便有化妆课的话，你也应该学不到这个水准吧。我在法国留学期间，我的导师让我在 Peter Simon 那儿给他做了一年助理。 Peter Simon， 你说的是法国著名彩妆大师 Peter Simon 吗？是的，他是我导师的朋友，我的导师希望我对彩妆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哇，真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。要知道在时尚界能够坐在台下开一场 Peter Simon 的秀，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到处炫耀的事儿了。难怪你的妆容让人无可挑剔。哎，你就没考虑过做化妆师吗？我还是喜欢待在实验室里。可你现在既没有待在实验室，也没有待在化妆间，爱情的力量真强大。啊，没有没有 ，Grace。这个你真的误会了，我真的不是欧阳的女朋友。